早上好，晚上好，半夜好，今天来玩新模式，击杀确认。这两个牌好像在生存模式看过这样，杀一个人他会掉一个牌，你要捡那个牌，杀一个人等你一分，各自队友要满40分。如果队友的牌掉了，你去捡队友的牌，分数就不会给对敌人拿去。所以我不推荐狙击啊，因为你远射嘛，远射你没有理由跑过去拿嘛，所以我就冲锋了。而且这个地图又这样小，冲锋就是杀了他拿牌走人。这个模式的那个分数很容易赚啊，这些技能可以重复利用很蛮多次。我个人推荐啊，你要不要用是你的事。Nope。喂，没子弹。看到吗？我技能全部可以用。哇！电他。Nice。先拍。然后马上可以用大招，可是大招就是队友先捡一下那个牌，哇，喂，还有一个被电了，完蛋，我没子弹了，哦，我刚刚好他来我旁边 ，no， 我开技能的不，算了。看到吗？分数超好赚。再见。哇，这里这么多人，躲先躲先。哎呀呀，有人，哎呀，又有人，哎呦，我最讨厌小地图就是这样。哎呦，来人了！哎呦！哇，对面还开这个飞机，什么鬼？啊，怎么卡了？我有没有捡到对敌人的那个牌？我也不懂。捡牌，快点！要赢了！Yeah！ 我疯子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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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5600分，笑哎！你玩那个模式会得到这个黄金框，然后就可以兑换这些奖励哦。哎呀，这些基本上大家都要换这个啊，我也是打算换一下这个皮肤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哦，好像是狙击，快点捡！我抓不到人，给我电车去，我直接把那个人杀死。Oh my god！ 哇！哇，冷静！哎，这边怎么会有一个人？哎呀，还要捡，真麻烦。No！ 你啊！我靠，后面是头。No！ 我靠，这个超级炮枪！我老队友直接开这个，可是他杀了人，我没有去捡也是一样。他们都去哪里了？想要捡队友多泰啊？啊？耶！哎，我居然最后一分，哈哈。
今天的新模式就玩到这边啦。OK, bye.